比较晚一点哦，气温有点降低，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注意保暖。不过感觉到现场的粉丝是非常的热情啊。今天我们派出了专业的官方摄影师。整场活动呢，从头到尾留下很多记录，回去大家也可以好好期待。我们照片都会放在网络上面。等一下我们开始签名呢，一样是每一列队伍呢，先让两位上台，所以请大家呢不要推挤，依序上台，每一位一定都可以签得到。大家先把你的签名卷跟歌词本准备好，我们现在呢就可以开始签名。好了，可以上台咯。第三张 EP 哦，看见夕阳了吗的歌词本。不过在我们的贩卖部呢，还有其他的周边商品可以给大家留念哦，包括有桌立明信片，还有跟开店一二三联名的饼干，公益饼干。只要大家购买这个饼干的话呢，我们会有部分的所得会捐赠给公益单位，所以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响应这个公益活动，支持你的偶像，还可以响应公益，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行有余力的时候，也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贩卖部来选购这些周边商品。
醒大家，我们 AKB48 Team TP 的周边商品持续的贩售中哦，包括有 L 夹，还有桌历跟明信片，还有工艺饼干。这个开店123联名的工艺饼干啊，牛轧饼，现在刚好还是过年期间嘛，你们知道为什么过年一定要吃牛轧吗？不管是牛轧糖还是牛轧饼，必吃不可，因为牛轧就是扭转乾坤，所以呢，可以把你的坏运全部都翻成好运，你知道吗？趁着元宵之前还是过年，真的这个牛轧饼是非常应景的，而且我们是联名的公益饼干，部分收入都会捐赠给公益单位，所以你可以支持你的偶像，还可以响应公益哦，在现场提供给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的支持。
是请别人帮你签。里面的口罩是沙老师吗？对齁。九蛋，为什么我叫九蛋，大家都在笑？暗红是不是？很出名吗？九蛋，你为什么穿短袖啊？很强壮哎。九蛋今天酒精喷几次了？第九次了，是不是？还会有第十次吗？哦，第十五次有吗？啊，换不到第二轮哦，没关系。高雄场好不好？下礼拜集满十五位成员，签完了。那既然都已经出席两场了，你就集满三场吧，好不好？好，大家听到了，九蛋说他下礼拜要去高雄哦。拍手，其他人有没有人要跟进九蛋的？哎，变安静了。粉丝不是要团结吗？下礼拜2月9号礼拜天下午3点，高雄梦时代，好不好？希望大家都可以去，不要让九蛋孤单的一个人。我看到有粉丝在购买我们的公益饼干了，很好很好，想要扭转乾坤，对不对？2020新的一年，想要扭转乾坤，就是要购买我们 AKB48 Team TP 跟开店123联名的公益饼干，支持你的偶像，也响应公益。签完了，我很喜欢你们的特工服，初代的肉丝团长，只有你是黑色，其他人颜色都有重复，只有你是黑色，粉红色我也没看到重复，橘色的也重复，二势力所以穿黑色，是不是？白色的你不觉得很像医师袍吗？说吗？我麦克风可以借你。没事，没有。不用害羞，他叫什么？小猪哦，小树，头发也是绿色的小树，不用害羞啦，难得有机会，
其他人都要上台才能跟成员讲话，你现在在排队，我直接麦克风给你，你爱讲多久就可以讲多久。我等一下上去就会被扣下来。不会不会不会。喜欢我们的 AKB48 Team TP 多久了？多久？从在甄选就喜欢了。从甄选的时候就关注他们，所以你一路看他们这样辛苦努力的打拼，有没有觉得现在有成绩出来了，是很感动的一件事？就很感动，然后也很欣慰这样。那你觉得支持偶像对于你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帮助？就看着他们可以获得很多正能量，所以让自己的生活也会更加的努力，对不对？不管是学业还是工作上面，很好，拍手。所以啊，以前啊，家里的长辈啊，爸爸妈妈都会觉得，为什么小孩子要迷偶像，为什么要追星，对不对？其实现在的偶像啊，都是很努力的。我们看到别人努力，就会觉得自己也获得了力量。想要讲话的，我麦克风借你，有没有？勇敢的举手。你干嘛看我一下又假装没事？有什么话想说，勇敢的说出来，没关系。你支持谁，你就大声的说，谁谁谁，我爱你这样。你要借机告白也可以，还是说爸爸妈妈我爱你，有没有？太恶心了。来啦，来见你啦，想说什么都可以。还是你要唱歌？还是你们要不要练一下应援口号？要不要？哪里？我听到有声音，有谁想要练应援的有吗？特工队是不是？特工队要不要应援一下？反正站着也站着。为什么每一个都假装没看到我，没听到我？我是幽灵吗？欢迎光临。
开心版本，感谢。这是很方便而已啊，其他地方没有。好，好多要送给你很多爱心啊。到时候去找你们自己去看一下。他就是讲话的啊，不要怀疑。你有什么话要带给他吗？我还可以帮你带一下哦。检查一下口袋里面、包包里面有没有哪里还夹着一两张签名卷的，赶快看一下哦！我们现在第二组的签名正在进行，如果还有签名卷还没有签名的朋友，可以赶快来排队哦！现在舞台上面呢有品涵、邱品涵、绕绕、蔡依柔，还有雪迪奇、小迪。林杰跟李佳丽、栗子、面面、蔡雅恩、小太阳、刘小晴都在舞台上帮大家签名，所以赶快确认一下自己身上的签名卷还有没有。如果有签名卷的话呢，可以赶快到舞台前面来排队。签完名的朋友也可以到我们的广山收购百货正门口右手边支持一下我们的周边商品，现场提供了桌历、明信片、资料夹，还有公益饼干，特别跟开店一二三联名合作的公益饼干牛咖比，我们部分收入会捐赠给公益团体，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响应。
你要关门了。我等下关门，那就关门，我等下关门。那我还要关吧。去我们摊位看看周边商品啊！我们的工艺饼干呢，除了它是牛轧饼可以帮你扭转乾坤的含义之外呢，它上面还有我们成员的肖像在上面哦。所以呢，你可以挑选你喜欢的成员，可以买回去收藏。而且我们部分所得呢，会捐赠给公益团体，所以可以支持你的偶像，也可以呢转送给你的亲朋好友。推荐给他们，那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手上有签名券的朋友呢，赶快看一下，把握时间到我们舞台前面来排队，天色越来越暗哦。有没有人还没有进来排队的？赶快把握时间，待会就会截止排队了。我才想走过去问你签完了没，你就走进来了。最后一张了是不是？好，恭喜你。有没有人还没签名的？赶快来哦！板桥巷，我是来，我是来第二次了。没有第三次。差不多了，对不对？如果还没有人要排队的话，我们就把入口关闭咯。
来，谢谢大家今天从各个地方来到台中我们的签唱会，谢谢大家。还有肉肉吗？肉肉对的，有人要来找我吗？没了，好，谢谢大家，我签完了。肉肉难得来台中，喜欢台中吗？对台中有什么感觉？超喜欢，因为台中没有那么冷。因为粉丝很热情，对不对？Hello， 大家好。我等会一讲话他就出问题了。是电力太强吗？我问你一个问题，有没有人就是说你长得很像皮卡丘？有啊。难怪我一看到你就被电到了。应该我被吓到吗？我被电到，撩到了，成功撩到他了，大家，他被我撩走了，不好意思。我想跟大家讲一个笑话，大家想听笑话吗？请问为什么红茶它很重？有人知道吗？答案是因为红茶拿铁。感觉蛮冷的，怎么办？冷啊？哪有，很热好不好？大家都那么热情。那是我近期以来收集到的唯一一个笑话。是秘书姐姐提供给我的。哇！谢谢外景。所以只有红茶拿铁。那抹茶也蛮重的。非常的。因为抹茶拿铁。没关系啊，反正看到。那也蛮冷的，什么东西加上拿铁都蛮重的。品含拿铁也蛮重的。就礼拜六晚上下班再过去。我很不敢，这个是。要吧？这个我们收钱。不要谢谢大家辛苦了，不辛苦了哎，好感人哦！也谢谢主持人姐姐，谢谢你们也辛苦了，天气这么冷还穿小短裙，而且很多粉丝他们是中午之前就来现场了，但是大家都很守秩序。辛苦你们了，记得都要戴口罩哦。你刚刚说好，结果你把口罩拿下来。哇，你长大了。刚不行啊。我要先拍。感谢大家的配合，我们今天的签名会呢即将结束啦。下个礼拜2月9号礼拜天下午3点在高雄梦时代，还有最后一场活动，请大家一定要把握哦。我们在高雄等你们哟，高雄见，耶 ！Go go！ 今天越玩越冷，有冷。大家你们要热情一点，那我们才不会着凉啊！台中的粉丝在哪？台中的粉丝在哪？有哈，现在天色暗了，成员们签名签好久，好累哦，肚子饿了。
台中有什么好吃的？什么？台中有什么好吃的可以推荐他们一下？太阳饼是不是？签完的成员要不要先到舞台前面？谢谢大家。好空哦，好远哦。我刚刚在，对，好可爱哦！这是什么厉害的东西？它是一个电子书包。然后它可以设计很多的可爱、高科技产物，是卡比耶，好可爱哦！卡比，我刚刚戴上口罩，发现我自己变正了。不要这么说，这是一个笑话吗？你们怎么都没反应？没有。路上的正妹都变多了，戴口罩之后，满街都是正妹的帅哥。对啊，你们都是帅哥，还有正妹。好冷，刚刚谁说的？我有听到、哦。大家有很冷吗？看到我们没有热血沸腾一点吗？有没有？有。就是要这个魄力，好吗？对，展现你们的热情。谢谢大家。你干嘛一直把口罩拿下来啦？尖叫啦，他要尖叫。谠谢旁边的，谢谢。优菜过来找我。可恶！我们签完成员要不要先到前面来？感谢大家，全部签完了，辛苦大家了。天气很冷哦，大家回去哦，一定要注意保暖，注意交通安全。再一次请我们所有的成员到舞台前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辛苦咯，把握最后的机会。2月9号下午3点，高雄梦时代，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到现场。再一次谢谢我们 AKB48 亲。